看到了赵丽颖。当日，赵丽颖身穿卡其色大衣抵达片场，她面带笑意，一脸春风得意的模样，看起来好治愈。随后，颖宝手拿剧本，在多位工作人员的陪伴下走进拍摄场地。收工后，赵丽颖双臂抱在胸前走出片场。返回酒店后，赵丽颖与工作人员一起进入休息。